回来看透，哎，究竟是什么表演呢？看到后面的道具，应该知道了吧？你们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右手边后面有一个黑箱？哎，那个黑箱到底要做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没错，就是变魔术。那你们猜猜看，他们会变出鸽子、狗，还是小猫，还是小白兔？你们开始期待了吗？那我们掌声欢迎魔术社出来的表演。
想就是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有人想要加入魔术社吗？赶快报名！现在可以。来不及阿段，你们要毕业了，就剩今晚跟明晚嘛。那你们要好好把握这两天，知道吗？